刷起来特别高。一号坑呢，它这个中心的走向，中心长230米，它得跨62米。多少时间呢？2个小时，好了就没有了，对，风化了。这第一批，第二批呢？它有专制的，专门保护了一段时间，保护了半年，颜色又不存在了。也就是说，颜色可以保护下来，但是没有达到一个长期的效果的一个过程。就说现在有了顾客的功能增加，就说把颜色可以达到长期，但是只是个研究阶段。但是颜色完整吗？不完整，有的地方有，有的地方没有的原因呢，就是被火烧过，所以颜色不完整。就在3号坑，文物保护是特别好，而这个坑的温度湿度都是恒温的，不像一号坑夏天热冬天特别冷。那么这个坑的面积是6000，兵马俑估计在1300米间，由步兵和车兵组成的一个多兵种军阵，可以说军中有阵，营中有营，
怎么说它是多冰种的呢？你看中间有一个四架的隔梁，挖一个大坑，分成了四个小的单元，这可以攻可以守，增加通过探测发现。凹下去的地方有很多的破碎的彩色的兵马俑。